好，将栋梁阁正壳位置，感觉沉浸，然后 enjoy， 可以。哎，我问问你们的这个，我的概念里面所谓 CP 感，就是要看起来很像情侣，是这样吗？是看起来就是偶像剧那种 CP 感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不要摆个明星。他们这种感觉就是那个女朋友常常会欺负这个男朋友的。为什么我很经常给人这种感受吗？我也是被欺负。对啊，就是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啊。没有，我好嗲的平常。没有的。哎呀，这个感觉就有点了。对，可以。这个会子这段的语速对了，我觉得。哦，谢谢老师。终于对了，之前都全部都很快。我说他是我认识的人呢。啊。说话能说的最快就是他。哦，真的啊！哇，那个速度，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啊减下来。OK。那栋梁呢？我觉得这次对你每一次都有惊喜的。你真的穿了向左的西装啊！你想要追求一个大家给你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吗？跟向左换衣服，快点。所以这个是你的优点，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戏里面讲戏，那个反差会很大。你那么拘谨的，可以尝试在演渣男。已经演了很多次，超越班不断超越自己。对，是挺好，因为两个人感情交流是有的，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个 moment 挺紧张的？你拉着他的时候，我们什么关系不让我走？就是挺用力的。可能是激动了，不知所以那个形体没有，后面就你吻他一下就人就放松了，你拉他回来那就交差就算，好了完成这个了，就开始人就放松下来，对吧？后面就进入了人物的情绪了，有起有伏，也完成度挺高的，已经是不错的。谢谢老师。OK， 谢谢两位。谢谢老师。对得那么顺啊，最后啊，那么多台词都一直两个人对得那么好，一点紧张很好哎，你有点紧张，去排的时候我觉得会更好，你有点紧张啊，傻狗，有意思，终于看到一组是很乐的，金莎退休吧，他养你了，可以，我是爱工作的，我不能退休，我不见得你在爱工作。你根本不知道你应该做什么，你就又翻书啊，又看他啊，你也不是一个女强人的表现，所以破坏了他的一些表演。对，我可能动作有点太碎了。但是他也是拉回来很多的。嗯。是什么专业的？我如果演的还行，我就提一下。学什么专业？好可爱。我如果演的还行，我就提一下。不是，你学什么专业的？我上戏表演系的啊，我觉得你很收放自如啊，我觉得你在同班里面算是应该高分的吧。你排第几名啊？在上戏那毕业的时候，我们没毕业。你在同班里面，我线上比较多，其实。我现在我都爱上你了，别讲金莎了。这种人很恐怖。就是生活上他就是一个很好像不太会说话的人，但一演戏就变了另外一个人。对，你看他一表演他自动放开，确实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，我觉得喜欢你。可以啊，我刚刚就在中间我就观察那些女生啊，然后我看到女观众对他有点好感是吧？没有没有吗？不感觉好感，别来，别来这样面，绝对不敢。拯救何乐乐是一个当务之急啊，起码有一个谁怕谁的反应啊，就让他们过来啊。就来了吗？哎，张瑞这一下不错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就说这个戏里面女演员，我认为是不适合这个角色的。在这个里面，我觉得表现的不太好。有一天你跟别的老戏骨再去演戏，一次卡两次卡三次卡，你就没有自信了。金莎真的没有带着他演戏。到底今天晚上哪一个能够让你们写他们合同？
最后一轮呢，将会有四个影视化的剧目，这次拍摄是为了终极推荐。现场见了啊！走走走走走，去阳光灿烂。啊，是这儿。你给我10块钱行不行？滚！求求你，我真的我还没有生孩子。我的滑板鞋，时尚时尚最时尚。你喜欢他吗？我喜欢他。啊，他不到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没人来了吗？哎。我们最后给到我们的角色也是别人不要的。我想定郑和惠子演员对配，郑惠子反选。那你现在过去，你有反选的权利。就是当一个演员抢手的时候，就有资格去选角色了。在邀约的过程中，谁和谁会不期而遇，谁和谁有棋逢对手？看我画的画，这是人吗？这是他。画得很好，是的，别画了。你们不要太过分，在我面前走过干嘛？哎哎，你看不到我吗？喂，你真的看不到我吗？这个话不太对。脸红了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，真的脸红了。其实我最喜欢还是你，最喜欢还是你。哎。其实恋爱占你生活重心的20%，这个中间就是恋爱哎，最重要的了，放在最中间了。我就是要享受恋爱。他在很悲伤的时候流泪，看着他这样很心疼。在我现在恋爱对象面前，我有点过于接地气。你有一天画了特别丑的一个歪的嘴，有点像这样一样，有时候歪嘴龙王。劈天盖地的舆论都是关于你们俩的一些事儿，心里什么感受？Round one， 大家好，我是袁咏仪。我后面挺漂亮的，没想到是她。哎呀，一来前面就不行了。我是吴镇宇派来的工作人员。那你派上去的？哦，太乱的。哎，对对对。Round two， 我好想你、啊。哇哇哎呀哇！大哥大你啊，真的清明节了，对。是吴镇宇啊，算吴镇宇没那么丑。我就是招弟你，我就走了，我不会陪你到底。哎呀，送款送都晒啦！不是，我就送他出去门口。对呀、啊，来来，麻烦说那么久，哎，我吃饭。Round three， 我从来没有跟你吃过夜宵。你看，这个就是高手了。人家说今天晚上吃个夜宵，他就说我从来没跟儿导吃过夜宵。啊，你看多厉害，这个老。老前辈啊，不不不，这个前辈前辈，谁老啊？谁老啊？我说我这个后辈向你前辈学习。前辈在这儿。赵琴，你脸呢？其实上镜就没那么圆。然后上镜会瘦一点。对啊。真的吗？有什么方法？但是上镜就圆呢、啊。对啊。哎，袁咏仪是不是江西林这样常常这样对你？Yes, of course. 那请你们将写一封信，就跟你们的搭档的角色。太土了，这个好烦哦。我在说话的时候，你就常常在叨叨叨叨叨，烦死了这个人。哎，我是张庆林。这是谁呀？哎呦，你怎么会来呀？哎呀，我刚刚被轮空了。菊，你做我的司机呗。OK。我现在我都爱上你了，别讲心酸了。其实恋爱占你生活重心的20%，最重要的了，放在最中间了。我就是要享受恋爱。劈天盖地的舆论都是关于你们俩的一些事儿，心里什么感受？